现在在猴子喂食区，有人在打架。我们在柏林的动物园里面。啊，跑过来，跑过来，跑过来！刚放很多食物在里面，然后就开始跑，大家都开始捡食物来吃。可一边吃一边会打架。香蕉哎、欸，不吃香蕉、哦。他们不喜欢香蕉，所以打破猴子不喜欢吃香蕉，喜欢吃香蕉这个迷思。好吃很巴哦。对啊，我们还舔那个地上的那个。哎、欸，旁边吃香蕉的你不想吃啊？你看，还是这边的猴子不喜欢吃香蕉。是马铃薯吗？是吗？对啊。还有饭呢。啊，他现在都要拿走，不要吃。这只是母的。吃番茄。里面吃饭啊，然后这有两间，所以他们跑来跑去。这边有人在吃东西，也有猴子在吃东西。看到我在录影，那个、啊、那个好可爱、啊，好像天线宝宝、哦。你看那个。它这是很小一只哎。他看到我们是以为我们要抢。嗨。他在干嘛？他是咕噜吧？他好小一只。这个肚子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只？对啊，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怀孕之类的？妈妈。前面有暖气，让他们不会冷。来到动物园，感觉每个人都变小孩子了。刚刚还有看到大猩猩，然后大猩猩还捶玻璃。你看小朋友在这边。嗨。然后看到下一个。